笑着呀呀，无情的达滴点马甲，规身躯衫，乌妈妈唔罢困，夜半的公园内呀，伊点点规暗困伫遐，伊是啥人？捧进去的妈妈。雨愈来愈大，微微的路灯光线照着伊身躯，满满苏加落架。一个一个温暖的笑声，有关怀有爱在这，不敢单调，是纪念是感谢。听讲伊细汉厝内三只鸡。歹命，爸母好命放弃啊！结婚了后，对囝用心良苦，且用大，一人啊，今日对待伊是忘记啦。袂当等，你在等啥？谢谢赖可萱，我们来听听看雅文老师讲评。可萱，老师好。你唱完了这首歌，阿德老师随讲一句话，伊讲伫这个舞台顶唱过《梦起》啊这首歌的人，无人唱了比你较好。谢谢。你是最好的一个，你得到了阿德老师最高的评价，你真的太棒了。你才十一岁呢，你哪会知影《梦起》是啥物？是咧写啥物？是咧形容啥物？你怎么能够唱得这么的有感情？你真的很棒，谢谢老师。然后你这首歌呢，我最喜欢的，最喜欢的就是你对那个歌曲的感情的堆叠，你那个层次感，你完全都没做作，而且你是这么轻而易举的，就有法将感情带入人的心肝，人都看得到画面，我都看到有一个蒙起的阿嬷在那里走，有那个感觉。然后你的口白，你的口白讲了有够好诶，所以真的你唱的真的很棒。我觉得今年第十届的小小歌王，我唔知讲第一集就这精彩。继续有请子荣老师来伤脑筋咯。不会，其实我每次到小小歌王，我都不伤脑筋。哦，对，我都用一个欣赏的心情在看这个比赛。对，所以今天，可萱，你今天前面都已经唱了，唱的蛮好的。可是我刚看你在底下还蛮活泼的，还会跟我笑。那你上台就变好严肃。其实你多笑，你笑起来真的很漂亮，很可爱。OK， 然后你最后那个口白真的就哇，还有一点的气音这样子，我觉得很棒，很棒。